宾就是 Henr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enry Lee。当初两个人的一家小公司，如何膨胀到今天300人的一家大公司呢？这个是一个过程啊，团队小的时候都是大家很 close to each other， 一起的，对，都很家人这样子，一起玩啊，一起疯狂啊，一起睡觉啊，一起啊熬夜啊。我那时候的初衷就是要创造一家很专业的房地产公司，能给到很对的资讯，一站式的服务给到这些客户，把事实告诉你的客户。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训练我们的业务要做这样子的东西，因为今天你卖一间屋子给你的客户，不是一天的东西，或者两天的东西，可能他是住10年、20年、30年。